Hello， 在视频前的老板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俊松，花卷旅后房产 JS Property。OK， 如果呢，在视频前的老板们，你们本身呢在找这古来的工厂啊，要找这很大间的工厂呢，今天呢，我来带你们来看一个全新，或者是全新还没有拿钥匙，即将建好的一个全新轻型独立式超大型的工厂了哈。走，这边呢，我也事不宜迟，我把镜头转进前面，我给你们看这边的周围环境先了哈。OK， 在视频前老板们，你们可以看得到啦。这个呢是即将完工的一个工厂啊，这个工厂呢是在哪里？是在古来这一边，非常靠近英达布拉，在达曼 Industry 古来这一边的一个超大轻型独立式工厂，看到没？啊 ，Detached Factory 啦哈。OK， 这边呢啊，我走过来给你们看看。今天就是给你介绍这间呢全新的啊，你们不要买到旧的。OK， 给你们介绍全新的，看到没？这个工厂呢是大概在要么今年年尾，要么是明年的可能Quarter 1 Quarter 2啊，这边会完工啊。所以这边你可以看看呢、啊，哇，这个厂单单啊，它的土地面积啊，从右到左这一边啊，23756方尺，哇哦，非常大间的一个厂了哈。然后它的产生呢也有11000方尺，然后里面呢，哇，真的，你要如果你本身可能你们要一个很大的空间啊，给你们做可能一个很大的一个showroom还是什么呢？哇，这间真的很美很美，而且呢是新兴的啦哈。走，我们废话不多讲，我们进去看看哈。你看到这一边呢，这个是给萝莉啊进入的，所以它的这个高度呢是14尺左右。OK， 到时候它是有roller shutter的啦，你们不用怕啦，不是这样子 open 的啦。然后呢，这边旁边呢就是给你的 office 的 reception， 这边会做 awning 啊，整个是要 complete 了的。我们进来看看整间厂啦。OK， 它的土地面积整个是用23756嘛，所以它的产生这一边哦，从那一边来到这一边158尺，这边额外一个20尺，然后高呢14尺。啊，你看得到吗？哇，非常的大间。如果你本身呢，可能你们做这可能修车厂啊，还是什么要 for storing 的，要找轻型工厂的话呢，这间很适合。你看到这边有几个店，每个店门间距30尺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啊，你可以看得到啦。哇，单单这样子数，很大很大哈、哦。然后它的 ceiling height 呢是32尺，你可以看得到，都做到七七八八了的。目前 progressive 呢是到一个68%左右啊，它的 building 是差不多完工了的。然后楼下呢就是 for 你的工人什么样啊，然后厕所的地方啦。这边呢我们顺着进来看看哈、哦，这里的 flooring 呢是可以承受一吨的重量，可以承受一吨的重量。然后呢这边的电量呢是100 m， 来，我们呢来这边看看它哈、哦，这个就是它的什么样room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有厕所，啊，这边呢还有多一个房间。OK， 啊，你可以看得到，所以这边哦，我们楼下呢，我们也是看完了，走，我们去上面看看。这一边哦，就是Damman Industry古来，这边周围呢有很多的行业，有做 makeup 的啊，有做 insurance 啊，有做修车的啊，有放 gas 的等等啊，啊，他们呢都是轻型的一个工业啦，哦，这边是轻型工业园。然后这里呢就是 reception 进来的地方，有看到吗？它的这个长度呢是20尺，这边宽度呢大概是在87尺左右啊，是非常大的给你的。可能楼下你要做 office 啊，你要做 reception 啊，非常的适合，非常的大气。然后来这边呢，我们来旁边，我们去楼上，我们来一探究竟了哈。啊，这边周围呢我都会拍到很清楚给你们看看。这边呢我们一起上来一探究竟。然后楼上的话呢，啊，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三方过去的 ，OK， 它有分割成两三个空间，我们看看，这边过来的话呢，啊，这边就是给你的员工 office 啊 ，official of office 的一个地方了，你看到它的 ceiling height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，然后呢，再看这一边，这一边呢就是很大气的窗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所以呢，这边假如你可以想象你的客户来这一边呢、啊，看到你的厂，哇，真的很美很大气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啊、有一个阶梯，我们上来的话呢，啊、这边就是给你的老板的房间了啦。啊，你们老板的房间 ，manager 的房间，啊，都在这一边了哈。所以这一边空间它的下面呢，就是那个进出
落地的地方，然后旁边这边的下面呢就是 reception， 所以这边呢你们可以看到一清二楚啦，整个场。OK， 来这边呢我们来看旁边后面，后面这一边的话呢就是为了它的保护措施的话，有一个就是 house rear 的一个 room， 然后呢这一边呢就是两个厕所。啊，所以这边到时候呢就是储藏水啊防火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一边了啦。 OK， 所以呢它整个厂呢它是跟着它的标准，跟着拿它的厂的 CCC 标准而去建的啦，所以呢程序你也不用怕啦齁，而且厂呢也是建到七七八八了，所以本身呢可能要找着，诶我不要等太久，然后呢我要找着比较大间的厂啊，在古来这一边很靠近英达布拉，哇这边很适合。OK， 也相信呢整个厂也给你们看到七七八八了，我来给你们梳理全部详情了。 OK， 在视频前的老板们这边呢，我来给你们梳理全部详情了、今天我来给你介绍这个工厂哦，是在达曼 Industry 古来，在古来这一边靠近英达布拉的英达布拉在前面罢了啦、然后呢这个是超大轻型独立 Detached Factory 独立式工厂。OK， 它的土地面积呢是23756方尺，然后它的建筑面积呢是11317方尺，它的承重呢是一个吨，然后呢它的电量呢是 100M， 它是轻型的啦，独立式工厂啦齁，所以是非常的大件啦齁。OK， 然后呢它的这个宽度呢就是我后面这一边到这个门呢是158尺。然后你们肯定很注意的吗，诶这个楼梯进出的地方高怎样 ?14 层。然后我再转过来。OK， 这个工厂的高呢 ,32 层。啊所以呢这边就是看你本身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需求，然后呢是蛮不错的，而且是即将完工的轻型独立式工厂。来了这边肯定问，诶价钱多少，这是新的，所以呢买卖律师费跟贷款律师费呢我们包给你。然后价钱呢是卖你3.6个 million， 所以呢如果对这个工厂有兴趣的你呢可以与我取得联系，我们线下来看这间工厂，还是呢可能你找这附近啊要出租，你要租还是你要买其他地方呢都可以与我取得联系。我是俊松，一个认真为你介绍房产的男人，所以今天分享视频到这一边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